Doctors 什么时候更新韩剧 ？Doctors 每周几更新？更几集？一共多少集？介绍韩剧 Doctors 是由吴中焕执导，何明熙编剧。近来源：朴信惠、尹君相、李圣经主演的《越火剧》。该剧是讲述踩着过去伤痛成为医生的两个男女，看尽人生百态后成长，开启人生只有一次的爱情的人类医学剧。该剧于2016年6月20日在韩国 SBS 电视台首播。许多网友们也非常的好奇韩剧 Doctors 什么时候更新，周几更新几集，一共有多少集呢？剧情简介： Doctors 围绕社会上对于学历、出身等有偏见而组成的医生与患者、医生与医生之间关系的现实主义题材，讲述了在实现无法实现的梦想的过程中，不论这个社会如何改变，却依然坚守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价值的医生们的故事。Doctors 更新时间：韩剧 Doctors 由韩国 SBS 电视台6月20日首播，该剧周一、周二播出两集，一共有20集全集。网友评论：罗花花、赵默默、朴信惠为啥跟哪个男明星搭？面相上都很配啊，嘎吱脆的小雪饼。 Doctors 朴信惠好美，一定要追这部剧。 Cherry 每天都要进步新的一周，从吸着鼻涕，很明显要迟到了。还在等公交的周一早晨开始，到今天 Doctors 要播啦啦啦啦啦啦，从此不再剧荒。 YH 严怀近期最期待的三部韩剧： Doctors、 打架吧鬼神、 W 两个世界。三分热度双子座朴信惠， Doctors 经常打架闯祸的一个叛逆高中生到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一个令人期待反转的角色。加油朴信惠。